讨论度十分高的热门剧《非常律师吴庸武》，以独特又温暖的人物设定和剧情，让观众收看时感到十分暖心。首播时收视率虽然只有 0.9%， 但播出后节节高升，涨幅直接飙升十倍，超越无线台竞争作品，稳坐水幕剧冠军。蒲恩斌在剧中饰演患有亚斯伯格症候群的天才新晋律师，超强演技征服观众的心。而也因为角色的特色，在剧中的他经常会发出许多感叹词。哇，不啦，好卡密，我不要。如此可爱又淘气，真的很难不被圈粉。另外，官方还释出了蒲恩斌、姜泰武、张其勇三位主演一起拍摄的四格照以及花絮影片。蒲恩斌戴上在剧中最爱的海豚头饰，姜泰武变身小新娘，张其勇则戴着一圈花圈，互相打打闹闹的氛围，看起来感情真的很好呢。